我们今天来到，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四维行政中心。对，那因为之前呢，韩国瑜他其实对台湾高雄的这个霸韩看板，都是一直在这个用各种方式来让我们霸韩看板不能如期的来，就是呈现给市民朋友，去提醒市民朋友说，我们6月1号要记得出来霸韩。那之前呢 ，We Care 高雄已经用这个投影的方式来做了一面拆不了的看板的，那已经做了一面拆不了看板，可是 WeCare 也有说这个看板可能只能持续一天，所以呢，我们台湾基进今天就来到四维行政中心这边，来用这个第二版的拆不了的看板，就是我们用洗地的方式来让看板拆不掉。为什么拆不掉呢？韩国瑜其实最简单的来抵抗这个罢免的方式，就是他好好的把市政做好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他连把好好的市政做好都做不到，所以我们把地板洗干净，唯一可以把这个东西来清除掉的方式，就是他把旁边的地板也洗干净。但很明显的，因为韩国瑜他没有办法做到把市政做好，所以他绝对不可能把我们的看板来清掉。那我们现在就会从这边开始，一路的把这个666投票霸的这个看板一路的喷到市政府门口，让韩国瑜之后呢，经过这边都会看到。市民的心愿就是把他罢免掉，666投票霸。大家看到这样子，我们就完成了一面韩国瑜拆不掉的这个霸韩看板哦。那我们会继续洗下去，大家可以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个看板挂上的过程啊。